哎，那鹤鸣尾巴有点像太行山。太行山，就是这个大山。这里少啊，所以它就有名了。太行山多了，物以稀为贵啊。有名有命，没有庐山吃香啊。白鹿洞医院。庐山旅游集散地，看看那些庐山。走下去，仔细东来，大山就是好看。过了这个庐山，就是以下坡为主了。刚才是往山上跑，现在是往山下跑。熊门星呢？熊门岭布局，这个最高的岭叫熊门岭，这个庐山这里。这里才是庐山市，我刚才啊说错了。那里票是什么城市？那么也是庐山了，新城。这才是庐山市，搞得我早饭都没吃。前面庐山点点路吧，有买早点的，自己就不烧了。哪知道镜子锅，一上午都拆掉了，快十一点，应该已经十一点。前方请回东侧速度段，限速60。现在竟然没有红绿灯。还有3.4公里就到乐心城了，乐心灯了。
还有2.5公里到洛新登。停止录像，有杂音。庐山寺到汉子山，还有2.1公里。这才是庐山，庐山县，庐山市，县的市。应该是酒店代管的，直辖县，直辖县是。下雨了，还快下雨了！我操，你妈妈呀，把东西收起来！那里是什么？现在还下雨。想好几个外地哈。庐山的古城前，古城门。这个城门一直留在这里了。马上要到了。哦，这是一条老街，西宁街，西宁街。能等这么还要修？学校的吗？激动坏了。这里有洛新登吧？晓得晓得，洛新登。说。
有什么搞吗？啊，知道的。这个也不知道怎么下去啊。即将到达目的地。您好，请问那个监里那个落星灯是从哪里下去啊？哦，谢谢。哦，这你们这里还现在还有这个小毛栗子啊？多少钱一斤呢？15块啊？哦，还可以。要么咱上来看，上来买一个。啊？成一斤吗？成一斤小的吗？这个，这两个面不一样嘛？一个长的，一个煮的。要看它炒的好吃是吧？啊，炒的香一点。啊。20块钱的哈。要许多啊？就称一斤就找，称一斤就行了。走下去，前面一直走。好，谢谢。